请各位找着《论语讲要》186页，186页，子曰：“吾未见刚者。”或对曰：“身诚。”子曰：“诚也欲，焉得刚？”申诚根据汉儒正贤注解，他说：“盖孔子弟子申虚。”他盖呀也不敢确定。可能是孔子弟子，姓申叫虚，申虚。那个王叔也是汉儒了，他是在这个后汉到三国这个时候的。那么他呢是认为这个就是申柳。或者是申堂，又是公伯了。据他判断呢，可能这些都，大概这些名字啊，就是申诚。到了清朝考阅证的时候，这可能都是王叔的，说可能都是有些误了，有错误的，不可靠。这里就是申诚啊，就是不必其他的考据了。那么孔子说：“吾未见刚者，我还没有看见过一个。”刚的人，刚是刚直啊。正弦注解，刚叫做强。他说刚就是强的意思，那么这就是刚强啊。或对曰：“有这么一个人，就对孔子，他听孔子一说未见刚者。”那么这个人就说了：“那申诚这个人算不算是一个刚者呢？”子曰，孔子就跟那个活人讲：“诚也欲啊，这个也字是文言人造文言文的造句啊，在这个上面这个名词下边呢。”表示这个念的是个语气啊，稍微缓一下，停顿一下，然后加后面这个字。按照这个语体来讲，那就是说诚也欲啊，就是诚这个人呢，他有欲望的。所以在文言造句，这个“也”字是一个语助词，没有实际上的意思，但是少不了。少了这个“也”字的话，比如说“诚欲”，“诚欲”这两个字啊，这种句法太生硬了，不那么圆熟。加一个“诚也欲”。这个念起来呀，这语气很成熟，很好。那么就是诚也，这个申诚这个人呢，他的欲是什么呢？孔注，孔安国的注解，欲是多情欲啊。
情欲，因为即使这个人多情欲的话，焉得刚呢？焉到盒子讲，那就何能说他是个刚者呢？在这里要研究的话，所谓刚啊，并不是说这个人呢、很刚强，这个性很强，遇到有什么事情跟人家吵架吵得很厉害，不是这样的，强不是指这个。所谓刚强，他能够择善固执，对于这个好的事情，合乎正义的事情，他能够坚持这个原则。虽然坚持原则呢，但是不会跟人家起什么冲突，是这样的人呢、其实这样的人的话，他为什么这个欲不能称得上刚呢？有欲望的人很容易受了诱惑，人家拿很多的好处给他，他也接受了，就放弃他的这个原则了，就不能守住这个原则。所以不能成为刚。真正成为刚，就像孟子所讲的，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。这个在富贵的时候，他行乎富贵；贫贱的时候是行乎贫贱，就是受到外面的威武，要他屈服，他也不屈服。那么这才是刚强啊！过去学公在讲这章经的时候，他举了古人的两位做代表，宋朝的文天祥，那算是一个刚者，他在那样这个威武的逼迫之下，他不会投降的，宁愿死。文天祥做的《正气歌》，你看看，他是一个刚的。那么这个洪承畴就不是啊，洪承畴他原来这个是名家的臣子，清朝来这个来利用他，拿种种的优待来名位富贵，结果他承受了。当然读历史的人从哪一方面来讲，从清朝来讲，洪承畴是一个
开国的这个把这个秦朝的这个政治啊一些的规划，他的功劳很大。但是就明朝来讲，那个是你究竟是做了二臣呢、二臣前朝，你受了前朝的这个俸禄，前朝灭亡了，到后来这个新的朝廷了啊，又继续，这个就中国的读书人来讲，这是那个不能说这个刚者，那就是这两个人做例子。后边呢，李中夫《四书反身录》，他有一段呢讲得很清楚，各位看看。他说了，正大光明坚强不屈之为刚，这个一看就明白了啊，乃天德也。天德是这个本有的啊，天然的，本来有这个德了。全自得者，常生乎万物之上，就超越万物。凡是富贵贫贱、为无患难，一切毁誉利害，举无以动其心。举当完全讲，完全没有不能够动他的心。愚呢，跟着相反了，则种种事态系列不能隔绝。有这个欲望的话，那就这些不能隔绝了。生来的刚大之气呀、生来就是与生俱来的，这个人生来就有的，不是后天的，是先天就有的。刚大之气就是孟子所讲的浩然之气，也就是文天祥的是天地有正气。这个刚大之气敬畏所脑啊，脑就是为干扰，把它扰乱了。心术既不光明，遇事贤俗直持。心里的这个既然不光明，遇到事情那个境界来的时候啊，你觉得他自善固执啊，办不到。无论气质懦弱者都趋于无，即使素质邪气之强者，亦不能不动于利害之私也。贫穷认为这个人学习很刚强的，一旦他这个外面有引诱来的话，他就受不了了，就是为了这个利害之私啊，他就寻着他的私心了，放弃他的那个原则了。故从来刚者必无欲，欲者必不刚，不可一毫假借啊。这个当中啊，就是孔子所讲的，成也欲，他沾上一个欲字，就不能成为刚了。这当中我们知道，学刚强啊，那就把孟子那几句话，常常记得：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
唯物不能居，这是真的是个刚者。反过来讲，做一个大官，看起来很有权力啊，很有权力是不错，看起来是很刚，平时说话也很刚。假如人家用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红包送给他，就是这个还要还是不要啊？一接触下来，那刚起来刚直之气就没有了，完了。这我们学道的人呢，就在这些地方自己反省自己啊。我们虽然现在没有做大官，我们在世间讲究做人之道，讲究做人之道就是守住这个刚子。遇到外面任何这个诱惑来了，我们只是自己呀，不贪图那些这个那个利益的话，一则可以养自己的这个刚强，这个养这个品德。再一方面呢，最显著的效果啊，不会被外面那些诈骗集团呢，不会被他呢诈骗了。那些诈骗集团都是，用一点的那个，他就把我们一个普通人，人人都有这个贪小便宜，是给你一点点好处，一步一步的呀，把你引到他上他的当。我们学这个刚的时候啊，自己没有欲，凡是一切不合理的那个利益，我一切一概不接受啊。这样他的诈骗的那些人，他再大的本领也诈骗不到。这就中庸所讲的，讲一个诚字。我们有一个存着一个诚心的时候啊，一切都不贪小便宜，无功不受禄，我没有付出任何这个功劳的话，比如说是小的禄啊，再大的禄，再多的俸禄，我们也不要接受。这就养成刚了。翻到后面188页，子贡曰：“我不欲人之家诸我也，吾亦欲吾家诸人。”子曰：“是也，非尔所及也。”子贡说了：“我不欲人之家诸我也。”诸字是一个两个字的音合起来一个字，就是合音字。这两个字就知语，知乎也者的知，语啊，就是在什么地方那个语。
意思就是说，我不与人拿这个事情呢加到我身上。这句话是这个意思，用语体是这样讲，我不与人呢用这桩事情加在我身上。诸之于这两个字，就是之指的那个事情，于之于这两个字，就是把那个事情加于我，给我。所以文言里面加诸我也，其实我这样的话无异于无加诸人，我也是异于，我就是异于，就是意思就不欲啊，我也不欲无加诸人呐、啊，既然我不愿意人家把这种事情加在我身上，当然我也不愿，我也不会不愿，也不愿把这件事情加给人家，因为我自己都不愿意嘛。那加给人家，这就是什么？这是树道啊！自己不愿意的事情，把事情加给人家，叫人家去做，这就有失树道。子曰：“是也，非尔所及。”孔子就，是是子贡的名字，老师可以叫学生名字。除了这个以外，家里的父母、兄长，父母可以叫儿女的名字，哥哥可以叫弟弟的名字，其余朋友平等的呀，不能直呼其名，称呼他的字，称呼他的号。这是孔子说“是也”，也字这个字也是一个语助词，非尔所及也。你说上我不欲加诸人之加诸我也，无亦欲无加诸人。这个不是你所及也，注意这个及字，及字你是完全做到了，因为什么呢？孔子教他的学生都要学仁呢、仁，这个仁字啊，凡是有仁德的人，他对一切人呢、都关心，都同情，这是仁呢、就像那个鱼王看见的是水患，天下人的受这个水患，他要是到处来治水，还有周家的这个祖先就是后稷，他叫一般人呢种植五谷，解决生活问题。这个为什么呢？孟子就讲过，禹王想到天下人呢受了水患那么苦啊，就如同自己受了水患一样的苦。那么后稷呢，看见天下人呢粮食不多，他就叫一般人去种这个粮食，发展农业，
他跟天下人那么都是受了饥饿，如同自己饥饿是一样的，这就是忍呐，忍心呐。这个人心不容易学得好，不是一下学好的。先从哪里开始学呢？先从“书”字开始学。“书”这个字，你看看，如心呐，人家的心跟自己心一样啊，如心呢，这个“书”啊，“书”啊，比这个人境界要浅一点，先学书道。书道学得非常自然了，圆满了，那就是人了。书道开始学的时候，强术而行之，勉强来学书。学到后来圆满的时候，遇到那个人家要救济，自己不去救济，人家有困难在那里，不跟他解决的话，自己心里就是在那里呀，过不去。到这种程度啊，这个急呀，这个书道就急了。在勉强行的时候还不算是急，所以这个非而所急也啊，非而所急就是说，意思就是说，你讲这个我不欲人之家住我也，无意于是无意不欲，这个中间字又省一点的，我也不欲无家诸人呐，我也不欲家诸人呐，欲无就是，就跟上面不欲是一个意思。孔子认为你说是这么说啊，即使做到圆满了。你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啊，如果说是，孔子要，好，你讲这段话，真是，这就是书道，孔子是，说他这就是书道的话，那未尝不可。这两句话就是书道啊。那老师教学生，就是恐怕一印证他这两句话就是书道啊，恐怕他哦，这就是够了，就急了，书道做的完全做到了。不会再进步了，所以孔子教他，你还没有急啊，还没到家了，还没树子树还没树到家了，凡是做的最到了最后的境界，就是啊，到了家了，你还没有到家了，还没急啊。一则了解孔子教子贡啊，你还继续往前来学呢。再者，我们读这章书，你看看，书道可不那么容易啊。书道一步一步学到仁，仁义做得圆满了。学得圆满了，那就道德，就具，也有了德，也有了道了。
所以这个儒家啊，孔夫子讲这个教的这个学的人呢、啊，处处都看得出来学无止境。就从这个树道就看没有止境啊，树修得好到了人，人到了这个，然后进一步到德，德一切都做得那么圆满了，就是道啊，这本性就开发出来了。说是容易，你要做到把这个由这个树到人，人呢、啊、开发这个德，这个德是我们人人本有的，叫性德。性德就是开发出来，就是本性那个道就开发出来了。我们研究学术，研究这个学问，一讲几句话就讲清楚了，但是要做就不那么容易啊，要不然佛法要成佛三大阿僧祇劫，儒家也不是这一生或者两生三生就能够把这个道德仁义完全学好了，没那么容易的。我们任何一个人，过去这一生以前有前生，前生再有前生，往前面追溯，就是我们自己也不知道。长远的很，在这样长远的一生一生的，有的在人家，有的在这个那个畜生道里面，有的在鬼道里面，那个有时候也在天道里面，不一定啊。在哪一道里面都有哪一道的习气，不好的习气在把我们的心呢染污了。要想成就圣人，就把这个染污的心，那些染污的东西啊，一层一层把它清除掉了，最后才能成功。想到这里，我们求学不能够自满，不但求学问，求学问开自己的知见的，而且真知啊，必须自己用功夫，从实践中证明你的知啊才是不错误的。比如说我们从别的地方要到台中练社来，假设我们第一次到练社来，有人家告诉我从哪个路上到这里面来，人家告诉是告诉啊，告诉正确，也有不正确的，也有把这个路线讲错误的。一讲错误的话，那怎么样找也找不到啊。就是讲正确的，没有讲错误的。没有讲从有的从丰源那个路来，有的从这个
彰化那边过来，有的从那个南投那边来，就是路线正确了。路线正确，假设我们这个是第一次来，你必得一步一步的呀，到这个路线不错，你必须要开始按照这个正确的路线呢，你往这上面行啊。不行的话，只是知道一直在那个原地方，不肯开始往这边走，那知道不究竟。必须按照正确的路线，自己要你开车子也好，步行也好，要有行啊。行了之后，才能证明原来你所知的才是真实的，才真知啊。那这张书非二所基也，这基字就是你还没做到圆满，没做到圆满还继续学。后面这一章还是子贡说的，子贡曰：“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闻也。”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。子贡说啊，夫子就称呼孔子啦，古时候称老师叫夫子。但是夫子的文章啊，可得闻也。我们做学生的呀，大家可以学，可以从夫子那里讲的这个文章，讲的这个学问，可得而闻也。我们可以听，可以学到。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夫子之讲的这个性以及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。我们呢，不可得，我们就是不是像学问那样的，我们一闻就会了，没有那样的，就是不可得而闻。夫子讲性讲天道就不那么容易了。我们不是一闻就会了，就是不可得而闻也。这里我们要看看为什么文章可得而闻，限于天道不可得而闻。文章是什么呢？文章就是那个时候的这个诗书礼乐啊，现在讲有六经的诗书礼乐春秋，这个还有易经，这些文字都是文章。在这个文字里面所记载的，有这个人世间，那现在好讲好懂的话，就是这个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各种学术，这都是文章。那么这些文字在六经里面
记载的除了这些世间的这个办事情这些道理之外，还有超越这个世间学术啊，那就是形而上学了。形而上就是道了。孔子在《易经》里面讲，形而上者为之道，形而下者为之器。器是那个用具，就是器呀。这里形与天道啊，形是纯粹讲形而上的，没有形状。孔子在《周易系辞传》里面讲，形是什么呢？形就是太极，《易经》所讲的太极。太极就是佛法所讲的真如本性。这太极怎么样呢？寂然不动。寂是很这个寂静的静，寂然不动。就是佛家所讲的寂照这两个字。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。因为是这个太极啊，真如本性寂啊。另外呢，孔子讲，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，这就照啊。寂照圆融的了，那个心，的确难知道。天道比这个心要低一点，天道也不容易的。孔子答复鲁哀公的时候，在《中庸》里面记载，哀公问政。孔子跟他讲啊，人道民政，地道民书。人道也好讲，地道也好讲。地道就是大地，它来生长万物；人道呢，就办政治。没讲天道啊。孔子对鲁哀公问政治，没有讲天道啊，只讲人道和这个地道啊。孔子有讲天道的时候，在《易经》里边解释，《易经》伏羲氏画卦的时候，三画就是天地人。最上一画是天，最下一画是地，中间是人，天地人呢。又是六画的时候啊，下面两画是地，中间两画是人，上面两画是天。讲到这个中国，讲的完全的讲这个道的话，就是天地人三才之道啊。《易经》里面讲啊，孔子对一般人不多讲。那么我们求学问的人呢，要知道形与天道不那么简单。子贡那个大弟子，他就说了，夫子之言行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啊。这就是说，不是完全不能闻，就是
不容易闻。讲的时候孔子也讲啊，讲是叫人家悟啊，听了之后不悟，那就是学不到。后面那个焦红啊，他的这个《焦氏必胜》里面有说：“性命之理，孔子罕言之；老子呢，累言之；时事在积言之。”孔子罕言，待其人也，故也不愤不启，不肥不发。中人以上不可以于上也，然其为言不为少矣。啊，这一段后面还有各位自己看啊，把这个焦氏必胜啊这一段啊，在课外时间自己好好看，讲得很清楚。我们现在时间到了。